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韩国瑜啊，直接点名点讲咱小英总统郑文灿市长民进党的林右昌哈，这个黄伟哲，大家拢安尼不要白白那么一共就奇怪哈，像伊就是欧达善哈这个啥侯友宜这个卢秀燕这些人都。乌乌散散啦，是安怎民进党这些首长拢食甲肥肥这个白白，但是伊的支持者拢过甲真艰苦，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一个指控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失言可是郑文灿是这个《天下杂志》讲满意度第一名，那么林右昌也是名列前茅，一个上尾名的人，去讲第一名。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今天小英总统、郑文灿他们都有反击，那这样的反击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要来讨论。那除了这一瓜，我看张亚勤也受不了。张亚勤说韩国瑜为什么那么喜欢讲嫖妓玩女人？到底他有多想那件事情？所以韩国瑜的内心也他看来到底是在想啥？为什么他讲到这？那另外呢？是这一个黄青龙这过去是中国时报的总编辑，他批评了韩国瑜，想不到竟然11月1号要退休了，是被退休吗？难道不能批评吗？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哈。那这个韩国瑜啊，去到园林哈，但是迄个场啊，讲有这个椅啊哈，差不多一半坐不满。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坐不满？这过去都没发生的代志啊。那所以呢，今天也有新的民调，我们这个也要来解读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洪毅好，大家好，好，另外是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洪毅哥好，大家好，以及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叶元之，洪毅哥好，大家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洪毅好，大家好，另外呢是作家苦灵，大家好，以及激进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陈柏惟，大家好，Thank you，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哈。韩国瑜是这样指控的，他说蔡英文总统是不是白白胖胖呢？我韩国瑜是不是黑黑瘦瘦呢？王惠美上彰化县长现在做成这样，再看看桃园市长郑文灿，为什么国民党都黑黑瘦瘦？卢秀燕市长做一年也是瘦瘦小小。再看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是白白胖胖，基隆林右昌也白白胖胖，侯友宜选上后变黑黑瘦瘦的，为什么他们的人都白白胖胖，我们都黑黑瘦瘦？一共尤其是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这个过得很苦啊，为什么他们很苦，而这些首长都白白胖胖？来，我们来看分析啊。越支持民进党的选民，日子过得越辛苦，民进党对他的支持者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对不对？你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总统是不是白白胖胖的？你看我韩国瑜是不是黑黑瘦瘦的？真的，你看看我们王惠美县长今晚做咖喱，你再看看桃园市长郑文灿是不是白白胖胖的？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都黑黑瘦瘦的？再看我们台中市长卢秀燕，其实做这么一当呢，也是瘦瘦小小，每天忙得不得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你看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是白白胖胖的，为什么他们的人都白白胖胖，我们都黑黑瘦瘦？基隆林右昌也是白白胖胖，你看我们新北市侯友宜选上以后黑黑瘦瘦的。至少我们不会睡到中午才起床，会不会做事有没有努力做事，跟这个白胖
或者是黑瘦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哈。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第一名的直辖市长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名的直辖市长来说三道四。我是喜欢做事，乐在工作。那我也觉得哈，这个懒惰跟我是绝缘体啦。那其实一个好的市长哦，就是要用汗水来赢得尊重，口水是无法赢得尊重的。坦白讲，这个韩市长又再一次失言了。那不过哈，我是希望韩市长这个竞选总统不是口水比赛，也不是吹牛比赛。这是《天下》杂志啊，刚刚做的2019年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排行榜。这里桃园市长郑文灿，好，是六都的第一名，是全国第四名。林佑昌呢是全国第九名。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全国第14名，但六都第三名。一共诶，彰化县长王惠美是第19名。台中市长卢秀燕是六都里面的倒数第二，哦，对不起，是所有的倒数第二，第21名。至于讲别人的韩国瑜是买啊上盖买啊苗吊车买，我先请教一下瑞德兄，到底他是要讲啥？事实上呢，他今天有解释啊。我记得洪瑜兄这几天曾经说嘛，那么韩国瑜最好讲话旁边要有一个翻译官，不然就是一个翻译机器人啊、你要 AR 还是不要随便什么 R， 对不对哈？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共为都要必须经过翻译那个条，他在自己自认为很幽默，一定要做一个比方。他去年的比方非常棒，为什么呢？豁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哇，一下子就抓住了嘛，对不？还是三三造势里面的化解成功，民进党啊，不是高雄人的老辈啊、那一句话就很那个，可以吸引吸睛嘛。但他今年的功力显然就这个退步非常的多，你现在一供出来，大家咱听不？是。然后呢，他这一次他直接用白白胖胖来形容蔡英文，来形容郑文灿。来形容哦，包括林佑昌、黄伟哲、哦、啊，加黄伟哲啊，加鬼龙丢钱的对吧？然后在公园那边一个国民党有无哈？然后呢，都瘦瘦黑黑啊那啦哈。也艺术，他的解释是说，包括好多人在帮他圆呐 解释说那是一个形容词啦啊，艺术讲哦啊，你们做事情啊，民进党啊，好像说这个那个吃香喝辣啦，什么派系分赃等等啊，一系列的艺术啦。那。因为他用了，他很喜欢用这个包括身材，包括性别来作为一个比喻，但是常常被落入歧视，那如果你要用这个来形容的话，那我问你嘛，林义士是不是白白胖胖？3323大家忘了吗？收人家6800万，紧接着来再开价3323嘛，总要两地乖破行嘛。那叶世文是不是白白胖胖？那弄国民党没啊？然后叶世文收远雄2600万嘛，是的，可以乖嘛，对不哈？那除此之外，何志辉那个苗栗的也是贪污跑掉了，跑去这个中国跑去了。那郑泰吉也是国民党的这个前屏东县议长，魁省巴西郎的嘛，对不哈？可是也不是每个白白胖胖的在国民党才会做坏事啊。武哲元是瘦瘦小小的啊，不是一样做坏事要跑一走了之要绕跑嘛？所以这个跟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肥胖啊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嘛，更何况。中国国民党现在台面上的，包括我看了一下，马英九、郝龙斌、吴伯雄、曾永权这些人都没有一个是瘦瘦小小的啊。难道你要用这个人的身材来做一个形容吗？那么显然就又是隐喻失意，更何况他自己身边就旁边就有一个潘恒旭，也不是瘦瘦小小的嘛，对不对？这每个人的肥胖了，还有那个等于说，就好像你韩国瑜的头发一样嘛。你会拿你有没有头发说你比较认真啊？别人头发就比较多就不认真，不是嘛？人的外表，我觉得今天这个拒绝担任韩国瑜新北市党部新北市竞选总部主委的侯友宜讲得很好啊。一做警察的时阵，都要求他下面的手下跟刑警不要以貌取人，很简单嘛，不然就本身以貌取人嘛。那你怎么会拿人家的外表来做一个你自己认定说有领金这代志不？啊，也是一波领金这代志。不要小看哦，我觉得他在挑拨。没有错，他在挑动，挑动民进党支持者跟对，你在挑动生命力在不？你可以发现他后面的那个台词是什么？他下面的台词就说：“你看，
民进党支持者，愈支持的，愈敢讲，愈散，啊，因食到肥肥对吧？吼，更加推推，安尼啊，甲足那假党假体，他的意思就是要这样。所以不要小看他的挑拨离间，所以你必须要破，你必须要破他的这个梗，破他这个挑拨离间，你要让人怎样啊？政府替你做什么嘛？好，来，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小英啊，今天说，我至少我们不会睡到中午才起床。郑文灿是说韩国瑜又失言了，希望韩国瑜能以汗水代替口水。哦、小英公啊，这里有第一名的直辖市长，最后一名的直辖市长，韩国瑜竟然来说三道四，我们第一名的市长啊、哦，所以他说他要让郑文灿来讲。郑文灿说：“我是喜欢做事、乐在工作的人，我觉得懒惰跟我是绝缘体。一个好的市长就是要用汗水来赢得市民的尊重。”口水是没有办法赢得尊重的。坦白讲，韩市长又再一次的失言。我是希望韩国瑜市长竞选总统，不是口水比赛，也不是吹牛比赛。吹牛比赛会在1月11号结束，韩国瑜要去面对选民的考验。啊、哦，郑文灿讲完，蔡英文接着说：“对了，至少我们不会睡到中午才起床。”来，那我请教一下创下兄，你怎么看？首先，我想说我胖胖的，但是我黑黑的，所以我绝对不白不胖。但是你瘦瘦的，但是你白白的，我黑黑的。那你是哪一党的？其实韩国瑜这个有时候在讲的时候，你可以看的是，我就马上想到站在他后面的这一位，然后当然是皮肤白皙，对不对？身材丰润，对。那这个情况，然后还有呢，韩国瑜的支持群这么多的人，都很有名的。你看啊，严清标啊什么的，好多个，包含潘恒旭，包含那个某个媒体的老板，每一个人都是皮肤白皙，身材丰润。所以你在讲这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在。又在乱打，可是要回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个目的的。他去年的时候，他用了一招，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然后所以呢，贫富之间相对剥夺感，这是他能够用的。那现在呢？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毛泽东的名言嘛。所以他就在用这一招。可是今年呢，有个方法不能用了。一杯苦矿，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那今年他已经破功了嘛。那破功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用那个东西去拉起你蓝绿对抗，阶级斗争。所以他开始就随便的一句，白白胖胖，黑黑瘦瘦。那当然这个黑，他其实就在做一个切割，因为就是切割之后，让讨厌民进党的，让你觉得生活的受到有委屈的人，通通把他给集结过来。所以他还是在玩阶级斗争这一浪。那他现在另外一个目的呢，他就是呢，所以不要小看那个他那个话。对，他另外一个目的呢，是他要把呢讲出来之后，他要直接的，因为我没办法在政策上跟你说明，我没办法在这个理念上，在治国的真正的实质上，我都没有能力嘛，因为这两个礼拜才失言太多了，所以呢，他就把蔡英文总统拉到了擂台，因为他们现在就需要就是把蔡英文拉进来，把民进党的人拉进来，然后刚开始打嘴鼓的时候呢。就变成是好像在同一个擂台上，他要用这个方法下士对上士，你们来打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声量给拉高，所以他的目的就完全是一个选举策略。可他给我们台湾最大的伤害是什么？我们已经是一个相当进步的文明国家，所以一个进步的文明国家绝对不会用你的身材，绝对不会用你的外貌来做一个评判。可是韩国瑜就会，韩国瑜就搞这一套。然后他另外一个他有恃无恐是什么？因为他背后有100多个、哦。叫做国政善后团，而善后团是什么？这些人呢，只要老大说一句，他们就跟进；老大讲什么，他们就会圆。所以韩国瑜现在根本不甩你了，他也不甩你真正的政策，什么都不甩。我们眷村里面都知道，真正会混的是怎样。我讲了以后，你呢叶元之，你呢那个苦林，你是因为我才被人家认识的，你要帮我圆，这是你的责任。所以你放心好了。明天那个善后团，一定会帮他讲一套伟大的理论，然后这就是韩国瑜。善后团会说，根据英国某学术单位的研究，确实这个比较白、比较胖的人比较容易贪污。对，所以韩国瑜其实现在他可怕是什么？我们就一直讲下去，他现在要玩的一招就是蓝绿对决，把那个讨厌的，因为事实上很多的民调里面，不喜欢蔡英文总统，对民进党有疑虑的38，但是韩国瑜现在民调远低于38，所以他现在在打一个算盘，就是只要把民进党拉到对立面，那至少他讨厌的里面还不投给他，这是设计过的，是一个选举的策略，就是蓝绿对决，然后阶级斗争，用蓝绿，用阶级，用贫穷和贫富，然后甚至是有没有权力。你看他打过去打郭台铭是怎么打的，打马英九是怎么打的，打朱立伦是怎么打的，都打你前老板呐、权贵、庶民，所以韩国瑜都是玩这招，他现在的最后的73天，他还是玩阶级斗争，他去年就是玩这一招，而且赢了，对，没有错，是来
那郑文灿的这个回应我们刚这个看过了，小英总统也看过了啊。苏贞昌今天说，选举无论怎么样，最好不要做人身攻击，尤其是对女生用身材来评论，实在很不当。希望呢这方面要多节制。那至于林佑昌被讲到了，林佑昌啊说韩国瑜在高雄没有政绩，选举选到现在昏头了，只剩一张嘴。当一个总统参选人要厚道一点。那这个是黄伟哲，黄伟哲说要敬足国家大位的人，还是要有高度。讲话不应该带有身材歧视。这个是林志坚啊，是新竹市长，他说那我这样既不黑也不干瘪的体型，是不是也会被说市长做得不够好呢？好，这是这一个侯友宜，侯友宜说我有黑有瘦吗？以前逮捕犯人的经验，绝对不能以貌取人。有我经常说奇怪，怎么有些人黑脸白白的，但是心却黑黑的？所以其实啊，这没有一个标准。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你怎么看？刚刚讲到这个韩国瑜他的打法哈，就按照中共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做法，叫做第一个叫做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然后各个击破。第一个什么叫矛盾呢？去年讲了，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矛盾。现在就是。白白胖胖跟黑黑瘦瘦的矛盾、利用这个矛盾来争取多数，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属于觉得我钱不够嘛，然后你们都是这个莫忘世上苦人多嘛，这叫争取多数，然后孤立少数，把蔡英文、郑文灿把他们孤立起来，然后最后各个击破，就他的去年的做法，现在引用到这边，那我们看到他的讲话哈，我觉得他一直拿毛泽东为师了，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的这些。大家就觉得有点语无伦次的话，他讲话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谈性，对，第二个答非所问，第三个粗话，性大家都很清楚嘛，说什么他站在这个三重造势，他说这个鹿鼎记得我小宝的妈妈在扬州开妓院，然后这两天呢又说这个什么什么嫖妓的人啊，什么什么反清复明，都谈这个，对不对然后摩天轮，爱情摩天轮上面要放 motel， 然后说你来高雄投资，我陪你睡一晚，所以他永远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啦，第二个粗话，我用什么插眼去看你，对吧然后要怎么什么，然后要不然就是他插的然后这两天又想王插蛋，这讲话就是用粗话，第三个是答非所问。人家问说你的这个和平协议你要怎么处理，他说这个怎么是王插蛋跟爸爸的关系，大家听不懂啊。好，然后问他说你对那个退休政策是怎么看，他说我年轻时候喜欢唱歌喝酒打屁，就是答非所问。好，那大家会觉得说他这些选民他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不是中产阶级，我认为他现在跟他的国政顾问团呢已经基本上除了张善政之外没有什么连结了，他在潜意识里面他跟毛泽东有个雷同，就是瞧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韩国也是，他讲这些话知识分子不会中产阶级不会接受的，可是他现在不在乎，他觉得你们这些臭老九没有用，我就是跟毛泽东一样干革命起家的，我讲这些话就是让群众让工农兵听得起来爽，所以他现在的想法他的战略是什么呢？我的韩粉起码有25%，只要这25%票票入柜，我的投票率如果90%的话，甚至95%，我当选。你蔡英文现在赢我12%，对不对？大概你12%是固定的，可是你如果你的投票率只有80%，甚至70%，你就输我。我现在讲这些重拳的话，我就是要让我的支持者听得爽。大家那天一定会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现在的战略就是这样，他也不管你怎么说他了。所以你看嘛，连那个张善政就说，他说他今天到徐文杰去金门，然后问他说韩国瑜讲这些话，他怎么说？张善政说他敢，至少他敢讲啊。拜托，张善政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土木工程博士，当过台大土木系的教授，当过我们的科技部的部长，曾经在 Google 在宏基当过高层主管，当过行政院院长，标准的知识分子，标准的学者专家，他既然可以。我不需要讲，他为了要当韩国瑜的副手，他已经把他所有的
把他所有过去的大家对他的赞美或他的这个他所累积的这些所谓地位，我觉得是完全跟韩国瑜陪葬。他也只能说韩国瑜敢讲啊，你蔡英文不敢讲啊。如果这样的话，还好如果诸葛亮在世，那诸葛亮就可以当我们的总统。资格了，对，就是他。我觉得今天蔡英文要做的是什么？把中产阶级的恐惧感找回来。请问一下，韩国瑜今天如果这样讲，我们以后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就可以说，我用什么插眼看你哦？可以骂老师王插蛋哦。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整个价值观给弄混了。这个完全是红卫兵那一套。对，大家彼此之间可以讲，如果这样的话，我请问一下，学校怎么教老师教育学生？我觉得这是个危机。除了你的政策都是假大空之外，除了你进中联办之外，除了你跟中国关系不清不楚之外，你现在的讲话，我必须要讲，其实对我觉得中产阶级要站出来，我觉得要表达愤怒，是因为这个人如果当总统的话，我觉得是台湾整个价值体系的崩解。OK， 而他为了要巩固韩粉，他在所不惜，我必须要讲，太自私了，为了政治的目的。他可以把这些全部，我当然，这个张善政说，我们不要选，我们不选总统，不是选一个圣人，我也不要你当圣人，就当个正常人，当个一般人。他的讲话其实不是一般人在公众场合会讲的话，你不要说你是政治人，你就算是一个老师，你也不可能在教室里面说，我用什么眼看你，骂同学王插蛋，不可能的，这是失去理智的。我觉得，所以韩国瑜今天是在考验我们台湾人的底线，中产阶级的底线，我们要捍卫那个底线，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了，他不断的秀下线。好，这个是今天的联合报啊，10月29号哈、啊。那针对这个啊，韩国瑜讲说民进党白白胖胖哈、啊，那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叶元之说，白白胖胖是形容民进党的贪腐文化啊。叶元之啊，他说白白胖胖形容是民进党贪腐文化，没有特别指哪一位，这有你有这样说吗？有啊有啊，可是你们刚刚有看韩国瑜明明就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啊，他不是说谁贪腐，他点了四个人、哦，不是说郑文灿、林佳龙他们贪腐，他讲的是整个民进党文化嘛。对，那如果说大家要讨论那么细，说哦，现在把它变成说白白胖胖就是贪腐，黑黑瘦瘦就不贪腐的话，那苏贞昌也说马英九跟陈长文是魔鬼，跟魔鬼中魔鬼。那马英九跟陈长文跳出来说，那我是什么鬼？我是饿死鬼还是什么鬼？不是，那都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那所以最主要，其实我们看他整个脉络，你对于国家领袖的格局是这样子的吗？我觉得我们看他整段的脉络嘛，对不对？他脉络其实他传达重点是因为他从南部开始往上走。那以前朱立伦会这样讲话吗？就当然每个人的讲话方式不同啦。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他讲话的原意啦。他讲话原意是说，从南部到北部，他去跟很多基层座谈。那很多人的确对现状民进党都不满嘛。那包括基层有问白白胖胖吗？我跟你讲嘛，那是一个形容词嘛。但是我先把原意讲，我们再讨论这个训诂学啦。他原意是说，是你在训诂学啊。白白胖胖明明他讲的、他没有讲贪腐啊，他没讲这些字眼、啊。而且他点名啊，他点名哦。所以你不能扭曲哦，没有你不能像张善政他们一样什么都来圆哦。有啦，整段话有啦。你不能叫叶元之就变成圆的圆胖胖的圆哦。整段话其实是有提到啦，就是说他觉得在基层大家很苦啦。那很多人跟他反映嘛，像农渔民啊，对施政不满，所以他才讲说，过去很这个地方都是支持民进，可是整个话里面没有贪腐两个字，对，没有在说谎，对啊，他没有去分赃，他没有贪腐两个字，一个发言人没有贪腐两个字，他传达意思没有贪腐两个字，你现在替他传达意思，派系分赃，他有说贪腐吗？还有肥猫啊，他有讲贪腐吗？他就是这个意思嘛。他就所以你现在才会发言。如果你用意思，我们当然也用意思来看呐、啊。对，你做一个发言要精准呐、啊。对不对？你不能学像那善后团一样，什么都给他圆过去啊。我觉得就当然他讲话，大家就一直问说他到底什么意思，他到底什么意思？那因为他讲的大家听不懂，所以才问我们嘛。所以我们进一步延伸嘛，就是这样子啊。是。那如果他讲一群人白白胖胖，然后你再讲这些白白胖胖的意思，就是贪腐，就是吃的。有一个台语的谚语嘛，叫做“吃个肥肥”嘛。对不对？然后单量行税，你知道就是那个意思，随便这个贪腐是有司法的责任的、哦。没关系，我们可以举例啊。对啊，不是郑文灿哪里贪腐？是四个人哪里？不，他没有，我觉得他没有在讲个人嘛，他讲整个民进党，整个民进党的文化嘛，整个民进党。林佑昌哪里贪腐嘛？他只是形容说，你看，民进党是白白胖胖，我们都黑黑瘦瘦，所以很多基层很辛苦，然后但是他过去又支持民进党的，民进党都是。
讲个不一不一嘛，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啦。嗯，但是现在大家每个字去针对每一个字来讨论。嗯，但我现在已经把原意告诉大家了嘛。你现在原意就是说白白胖胖就是贪腐，不是这个意思。嗯，那是第一名呢，人家都名列前茅，一雄威名呢。所以我讲的就是他讲的嘛，就是说他在跑基层的感觉，很多人对民党很不满嘛。哎，对啊，嗯，那他讲的话形容词就是他讲的点名的是包括蔡英文、包括郑文灿、包括他们这些政治人物都说他们是白白胖胖的、啊。嗯，然后现在告诉我们说他的白白胖胖不是这四个人，这是很不公平的、哦，这完全不合逻辑。四个人，然后你说对不对？而且你直接点名，然后包含是后面你的解释，那你就是指控别人了。嗯、然后你再怪我们说我们去玩训诂学，嗯，哎，怎么会这么不公平？然后再说讲个平台。假干肥肥当娘心碎，没有啊、嗯，他们都做了那么多，没有人是粉身碎骨睡到中午啊。嗯、那尤其是郑文灿刚扎这里行着，你看他胖胖的，是因为人家他没有时间吃三餐正常的三，然后一假香一头假香假香，他从以前胖周瑜就是这样来的、啊。那会不会是当时糟蹋糟干？这个这么认真，所以可能吃的比较多，所以比较胖。韩国一起不利糟蹋。其实白白胖胖也没有负面的意思嘛，像蔡英文那没有负面的意思，点名现在不是说贪腐吗？那个是整段话的脉络，嗯，整段话的脉络，所以但大家现在一直在执着在白白胖胖这四个字，嗯，我讲的是整段话的脉络，那是他自己所执着所点名的白白胖胖跟而且还点四个人名，对，党都吃，然后你们又加了贪腐两个字，这已经是很严格的指控了。李彦喜今天是严格的指控，没有没关系。小英哪里贪腐？那如果告的话，我可以来陈述为什么我认为他们贪腐。嗯嗯，对啊。但是我现在意思说，他的脉络是这个意思啊。是。对啊，那你如果硬要执着，那白白胖胖是什么意思？我的蔡英文也讲过郑文灿胖啊。嗯。那所以我觉得胖也不限。可蔡英文没讲后面你讲那两个字哦。对嘛？这是延伸的意思嘛？那为什么可以延伸呢？我整段话的脉络，他就说你民众很苦，你看民进党都吃白白胖胖，吃的白白胖胖。嗯。对我们很瘦，他白胖，这是个形容词嘛？就像魔鬼跟魔鬼做魔鬼，那难道他真的是鬼吗？他们很瘦吗？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一个形容词。来来，苦灵，第二个苦灵。这个第一个哈、哦，我觉得讲胖这个字，我从小教育我儿子、哦、在女人面前三个字不要讲，老、肥、丑。嗯嗯嗯，这样你会比较好过。所以基本上讨论女生的胖尤其敏感。那第二个哈、哦，这就是表示她的浅薄，好像努力工作的就会黑黑瘦瘦，像我也黑黑瘦瘦啊。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黑瘦？因为我一天到晚出国去玩，嗯，晒黑的，而且蒋经国也是，好不好？对啊。而且还有一点哦，酒如果喝太多也会瘦。哦，酒喝太多。对，那回到重点来，他其实白白胖胖，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是肥猫。嗯嗯嗯嗯嗯。他现在意思就是说，你们民进党这些人，你们在养肥猫。嗯嗯。他不敢讲肥猫，所以他讲白白胖胖。那幸好有这么优秀的发言人，就把白白胖胖这个延伸到贪腐，然后就说贪腐又不是指你们这些人，是指他整个的民进党的文化。嗯嗯嗯。可是他有这个意思吗？嗯，他没有这个意思啊，他也没有说这些人贪腐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说，当这种人可以浅薄到用身材来去划分说一个人好不好，你不努力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太可怕了。那这样我们很吃亏啊。像原之就白白，对，白白的这种玉面书生，皮肤看起来那么好。那你觉得韩国瑜的内心在想什么？韩国瑜的内心哦，要用白白胖胖在要讲什么？民进党的机器架愈艰苦哎。这个上面愈支持愈艰苦。嗯。啊，然后这大粒的，是安尼，大家拢饲到安尼，肥肥肥肥肥肥。因为他食髓知味了，因为事实上高雄市那一场选举会翻盘，确实有许多原来民进党的支持者、农民这些的，那因为生活确实比较苦，所以就去选了他。那后悔也来不及了。那现在呢，他又要如法炮制，故技重施，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们你看你们那么苦，你看他们过得那么舒服，然后你们一定要把他推翻。对对，但是他也忘了讲说他。但是你第一名呢？你是上尾名呢？啊，所以这才是更加显现他的荒谬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那他不肥猫吗？对，不会。句话叫做“别人放屁是长在烂啦，恁囝放屁就长在大啦。”啊，伊讲白白胖胖哦，其实伊嘛是咧讲国民党啊。去年张英美判八当哦，傅昆萁八个月，林义士两当，李朝清十四当，钟少和七当半，全部拢贪污的啊。所以其实是咧骂国民党啊。但是国民党吼，因有一个足奇怪的特色哦。等同你啊讲啊，国民党贪污，又讲你啊看民进党嘛是，
啊，咧表示啥？伊其实成神灵，哦，对我国民党同贪污，啊，但是民进党嘛是，啊，台湾的政治也变安尼，啊，这个比例完就我凊彩念一个名单啦，凊彩念就好啊。陈友豪、朱婉清、曾正仁、朱安雄、刘松凡、王玉云、吴泽远、王志雄、陈胜吉，这样咧加起来差不多两三兆啦。是啊，贪污上就好啊，无来看看上贪腐、嗯。但是问题是因为韩国瑜先出招。伊先出招的时阵，就变作大家啊，民进党肥猫、嗯。你啊看伊最近佫用一个甚物抽佣扑克牌，迄抽佣扑克牌是五十几张呢，迄国民党用是鬼斧麻枪的。嗯，啊你结果你伫遐拍迄抽佣扑克牌，国民党拢袂歹势。拄则看原子的即个行为举者知影，伊无要含你讲道理。嗯，我着非伫即个两点钟，我着佚佗过就好啊。啊，非伫你遐讲我国民党无好，我嘛当作唔知。非伫我着是想要解释啊，拜拜胖胖呢。别人咧放屁是当咧烂，恁家放屁就当咧大啦。所以这个物件其实就是双面的手法。伊要制造讲，我这句话讲出去，非得我国民党规身骨拢钱啊，我无差。但是我只要插掉你民进党一支钱，对我的选情就有利。你也看伊顶一个前两天讲什么青年游学交换学生，诶，民调起来12.5%呢。青年的部分，年轻学子上升12.5%。这个表示啥？我好有效嘛。但是问题是，咱来甲你报告，好有效啊。来甲大家报告哦。你即马咧选举，唔是用网络的什么群组、line 啊，是啥物 messenger 选举哦？你要选举，你实实在在，你的选举的选票会决定你一世人，会决定台湾的未来的。结果你啊看伊去年讲的政见，包括迪士尼、阿诺摩天轮，伊拢可以当收回讯息。是，伊讲出来啊，我会一场谁说的？白纸黑字吗？嘿，所以即马的问题是哪？有一个有可能白白胖胖的，即个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叫蔡英文。伊是一个游泳健将。吼、哦，啊，甲大家讲，哦，你若要佚佗、要耍水吼，这个收水是我的专业，我带恁来海边较袂有危险、另外一个三条黑黑瘦瘦，佮加一支烟，那边啊一罐蒜头酒，讲我带恁去海边足趣味的，你甲我去一定足欢喜。啊，少年仔讲，哇，这足趣味的对去，我讲你入去海，这个袂用收水的饮食啊。所以政治是一种专业，就亲像我拄则讲的海边的咧共款。你当选择一个看起来无聊，但是伊有专业，伊有能力，而且伊袂讲一句长一句短。伊去到一个边啊，连水都唔敢碰，吼，政治伊都唔碰。你啊看高雄市长伊就失职。但是你啊讲政策的时候，哇，摩天轮啊，吼，啥货飞天撞地啦，真正带你落去海，我爱讲无人会甲你救。这就是台湾2020选举一个足重要的代志。饮食，饮食，是。来，那这个啊，今天啊，张亚勤，好、哦，他痛骂韩国瑜，好、哦，一天到晚在那边嫖妓玩女人，到底多想做那一件事啊？好、哦，这个是啊，张亚勤说他真是受不了。那为什么？好、哦，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把过去啊，韩国瑜讲有关嫖妓啦、女人啦，好、哦。这个啊、什么爱情产业链啊睡觉、啊、这些事情啊，这个剪成一支 VCR， 因那家的工具的代际，张亚勤公他到底有多想那个事情啊？啊、哦，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好啊、欢迎继续收看《政治到了》哈、哦，张亚勤啊、他重炮批评韩国瑜啊、哦，这个总统候选人讲错话，完全没代际，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嫖妓啦、啊，玩女人啊，你到底是有多想那个性啊？真是受不了啊！来，我们来看不需要。有一个人去玩女人，嫖妓被抓。啊，你为什么要去嫖妓？啊，我要多生孩子。啊，你为什么要多生孩子？我要反清复明。云林造势韩国瑜神来一笔，用嫖妓玩女人当比喻，批评民进党老爱讲雇主权，讲完一脸得意。民进党执政3年半、4年，拿不出政绩，他现在怎么办？我要雇主权。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内，旁边的人笑不出来。这番玩女人说，引爆不少人怒火。你一个总统候选人讲错话，完全没代际，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嫖妓玩女人，你到底是多想那个 sex 啊？真受不了。主播张亚勤痛批韩国瑜根本满脑子都是性，还说韩国瑜真的是傻子，让国政顾问团总召张善政成了张善后，成天帮忙收拾烂摊子。这番嫖妓玩女人说，让平常替韩国瑜用力辩护的女性民代们尴尬到最高点。那女性对于所谓的这个跟女性身体或者是器官有关的东西呢，是非常敏感的，也因此我们有这个性骚扰防治法。身为总统候选人，当然在讲话当中要能够有更周延、更多的考虑。嫖妓玩女人这个说法，不晓得觉得恰不恰当？
我现在要开始录影了。或许是怎么答都不对，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赶紧挂电话，倒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替韩国瑜抱不平。韩国瑜只是做这个比喻，哪里有不对？这跟男女性没有关系呀，对不对？男生做得出这种行为，应该是男生的问题。庶民语言成了韩国瑜不堪发言的包装纸，但动辄脱口就是嫖妓玩女人，也让人疑惑韩市长的脑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好，那我请教一下苦林，你干嘛为什么一卡讲到这？基本上人的成长哈、哦，有口欲期，像小孩子他就喜欢吸奶嘴，然后再来进步一段到青少年就变成色欲期，但是口欲期也好，色欲期啊，这会慢慢的过去嘛，对，也许再来就是追求物欲啊，追求权力的欲望，但是我们韩先生显然色欲期还没有过。所以他动不动、哦、就会脱口而出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可是他已经60几岁了、啊。哎呀，你看老当益壮啊，搞不好这就是喝酒喝出来的，搞不好他都会补酒呢，补药酒呢。对、啊哎，那我来帮忙做一下翻译官啦、啊，不然我们中文系也不是也白读了。他为什么要说那个贪污的？为什么贪污？啊，为了反清复明。嫖妓的为什么嫖妓？为了反清复明、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清复明变成一个口号，变成一个幌子。那他现在意思，小英维护主权就是一个幌子。你执政不力，你做得不好，你就还在那边，就只会讲维护主权。那你干脆把维护主权刺在脸上好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不把维护主权放在第一，你要做什么？你选总统选来干什么？对，所以我建议哈，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在韩国瑜的背上刺字。哎。不要一个，我们帮他，人家岳飞刺尽忠报国，因为他有讲过不要一国两制，问题是他后来说白纸黑字的才算，所以他没有写过白纸黑字的这个不要一国两制，所以我建议就是把韩国瑜的背上，请李嘉芬嘉芬姐帮他刺一个不要一国两制，如果他愿意做的话，在我最起码可以号召，我们没有很多了，我们30000个。连友呢，一起都来支持他，投票给他。如果他愿意做的话，好，请袁之兄回去转达。那个博伟啊，为什么你干嘛韩国语都卡共的龙家？不是女人就是嫖妓，不然就是什么色什么？没了，这都在公务，这口欲期跟色欲期，他现在应该是进入抑郁期啊。因为心态的所谓的纯粹嘛，所以啊，不过吼，做悲伤的啦，就是。可是这个女性好像很反感哦。其实不一样呢，不一样，不一样啦，因为伊爱吸引的观众就是过去，坦白讲较保守的啦。我讲一个足简单的咧，伊选举的时阵，李嘉芬捌一届吼，出来讲话，啊讲话了，记者问讲，啊林某敢会甲伊助选？伊讲，女人以家为天下，男人以天下为家，阮某绝对袂出来助选。那有影？迄个是看了几年？是啊，对不对？啊，实际上就是四界爬爬走啊，啊再来，因祖囝韩冰嘛是咧替伊操办婚啦，这报纸天河拢有写。所以伊就是要去那种传统保守的观念啦，男大于女哦、喔啊、然后这个女生就是要顾家，男主外女主内迄个观念。所以有的时阵伊稍微展现一点大男人主义，等到对迄个保守的旧观念是有帮助的，不是大家人拢像苦林，而是郑大哥的性别观念这样进步。所以伊咧画家的时阵，其实嘛是同款，伊叫咧呼唤他被冰冻17年前的那个。美好蒋经国年代啊，男生在外面打拼赚一个 family wage 回家可以养小孩，你能想象一个总统外国人在看的时阵 ，Who's your president？ 哦，给日本低得25分钟，啊，讲菲律宾拢是玛利亚，讲南洋群岛拢是非法打工跟卖淫，哇，这种总统代表台湾人，你也感觉做悲伤的呀、啊。那范老师你怎么看韩国瑜？连张亚勤受不了，都讲这些。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乃心一共乃心都想到性。对，还有你看嘛，他后来不是讲那个凤去鸡来吗？凤去鸡来，一开始他说阿姨我属鸡的，后来他也说阿姨我朋友在当海关，说那个鸡就是当妓女。飞机上飞机上都是。是。就他觉得对性这些事情，在女性这些事情，他很喜欢讲。那我刚刚讲过，他用的是毛泽东的利用矛盾，这个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统一战线的做法。对，然后他用这个所谓的故宫一次展，这个高山升旗台，什么什么游学国家出，这个高平大机场，这种什么大跃进，大跃进式的这种口号，对，然后再来什么呢？他对于知识分子他不屑一顾，他是一种反智主义。对，反智主义呢，其实上对于一些
我必须要讲啊，对于一些中下阶级是有吸引力的，嗯，所以他这种中下阶级是跨族群的，哦，你看很多那个也是讲台语的，嗯，他就是你们是读书人嘛，我们没念书啊，他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喜欢呢，啊，你喜不喜欢学杜特地？也有，杜特地也是学毛泽东的嘛，嗯嗯，啊，就是反制，就反就是讲一些大家觉得很逻辑不通，可是听起来爽的，反知识了，反知识啊，第三个，嗯，第四个就是装穷。这，嗯，哎，你看，哇，我也一碗卤肉饭，一瓶矿泉水。嗯，毛泽东当时也是装穷啊，嗯。毛泽东当时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说他是什么贫农，根本不是。嗯，他家里根本就是一个富农啊，哎，他是地主阶级啊。对，就表面上是穷，很穷困，事实上过的是豪奢的生活。嗯哼，韩国瑜不是一样吗？每天都讲，莫忘世上苦人多啊。嗯哼，啊，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啊。对，他家里的维多利亚学校，请问一下。是不是贵族学校？嗯哼哼，所以他把他自己穿了一件蓝衬衫，嗯哼，然后就是也不打领带，不穿西装，嗯，就他的确在学毛的那种打法。哦，我不需要讲，你中产阶级不喜欢我，你张亚勤不喜欢我，嗯，你妇女团体不喜欢我，我不 care 啊，我完全不 care。嗯，他认为他现在大概有25%的支持度，嗯，如果有9%出来的话，嗯，如果90%出来投的话。他有22.5%哦，对，可是蔡英文再赢他大概12%，大概37%啊，37%如果只有60%的话，是22.2%哦，嗯，韩国会赢哦，嗯，可能会赢哦，所以他现在就是，所以他现在就不在乎你们怎么批评我嘛，嗯，啊，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或许他太乐观了，嗯，但是我不想他现在也没别的法子可打了，嗯，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对，一路走到底，哦，所以。我们今天越讨论他，当然他越乐意嘛，因为就这个他的韩粉看得很高兴嘛。那，嗯，他就是要制造话题，哦，不断的制造话题，嗯哼。但是他现在问题出来了，你看他昨天他到这个彰化萧景田的场子，嗯，萧景田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大双脚吧？对对。为什么一半的人空的椅子，嗯？因为他的韩粉哦，的确很忠诚，对，跟着他跑。嗯，可是韩粉的年龄哦。真的都偏大，体力有限了。哦，我必须要讲，跑到后来现在已经有点有气无力了。哦，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变成什么？他如果今天萧景田的场子是这样的话，那国民党立委会想一件事哦，嗯，跟韩国瑜同挂会不会是票房毒药？嗯哼，这个东西会出来哦，嗯，因为大家看到你已经不若以往了，嗯，你不像你之前的三重大造势哦，对，你不是票房天后哦，你不是票房天王哦，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当初说我只要韩粉就可以当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选举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嗯，哼哼，你没有中间选民是不可能的， OK， 你要往中间靠才是正办啊，可是他拉不到正，他拉不到中间选民呢，啊，他拉不到年轻选民呢，啊，他只能够回去取暖，抱团取暖去巩固他那一块，嗯，但是从选举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他点出他的危机，嗯，那蔡英文当然也不能够大意哦，嗯，我必须要讲蔡英文在这个礼拜的苹果的民调，他跟上礼拜比他小跌一点点，嗯，啊，他大概跌不到1%，嗯，但是韩国瑜增加了5.5%，嗯，为什么增加的5.5%？我认为我们为什么都一直讲苹果？因为我们昨天我呈现了5个民调，已经58个了。我昨天呈现了5个民调，TVBS 说他又落后蔡英文又扩大了1%，对对。联合报是说打就跟上次打差12%一样，但是都下滑。然后这个美丽岛电子报，还有这个台湾这个什么台湾民意基金会，民意基金会，我全部呈现了，大概刚才被偷了，刚才被偷了。不过我们去年一朝被蛇咬哈，10年怕草绳啊。去年国民进党的这些民调太乐观的结果，我们现在料敌一定要。从民进党来讲，料敌要重演，是，所以我觉得苹果的民调虽然跟其他民调不一样，但我还是必须要去看提醒民进党一件事情，韩国瑜为什么莫名其妙提高5.5%？我认为跟重腾家的事情多少有关。哦，好，这个因为今天原资也在哈，对公张梅啊，啊，拍摄你中华湾里面时阵啊，7:38，这里啊，佫加一啊，哈，无人坐，这是在过去啊，几乎。没有啊，这个发生的事情哈，那等一下再请袁志来说明好了哈。那我先，因为我们谈到就是说，韩国瑜叫你不严谨，我一直讲他这么的不严谨啊，这样话这样讲。那黄创夏说他很后悔，他其实是帮凶，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因为他曾经跟韩国瑜做过建议。这是什么代志？也不是建议，那是去年8月初的时候，哎，那时候他一个人在高雄，然后也没人帮他，然后国民党的议员也没人跟他挂牌，哎，然后他又上台北来，就找了我一个学长，
那我那个学长以前是跑科技文化的，所以可能就跟他们有认识，就是找我。那找我的时候，那时候看那个情况，然后那时候是说实话，去年真的是对民进党是让很多人生气，然后国民党又没用。那时候我就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就讲到说，其实哦，这个时候是有一股名气，而这个气找到一个缺口，然后呢，就像当年的古林头一样。哎，国民党大家都看不起，但是他古林头敢打，哎，美国觉得哎这个军队还是可以用，是，我说你就打下去，然后后面就开始讨论，他也承认说啊，他确实也是陈菊讲的一样啊，说出了高雄市之后，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我说那这个时候你这么短也不可能，你不可能跟陈其迈，去谈市政，谈那些细节，一定输嘛，跟庄家对赌都必输，然后他听了也很有道理，我是觉得他本来就这样想的啦，但是他听了也很有道理，就讲一讲讲一讲，说那就像奥巴马啊，像克林顿啊。就不要讲那么多，就一句口号就赢了。就当我那时候，他现在就喊口号。而且后面我是觉得他自己本来就这样讲，只是说我不小心的帮他背了书。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所以我就要，所以这一年来要这样子。不过刚回到前面，那如果他选上总统，你会怎样？那我真的觉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但是回到刚前面讲那个女人的事情，性的问题哦。可是你觉得韩国瑜只是失言吗？只是讲好玩吗？没有，他很在乎哎。昨天的有一段，我是觉得才吓了一跳。那张立三讲说这是嫁到我们云林的女婿，马上更正，我是娶，不是嫁。所以你看到说韩国瑜结婚啊，对，他不用结婚啊，不是。所以其实啊、哦。韩国瑜那一套，其实我们从眷村混出来都知道。如果我什么时候不行的时候，我就跟你混，我就跟你混，反正眷村出来一无所有嘛。所以韩国瑜就是用那一套。因为啊，刚刚啊，这个来宾都讲到说他在学毛泽东啊，我觉得他签那个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第四条，这个非常值得讨论。因为他签同意说，第一，认同两岸一家亲，同根同源，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就是要台湾跳脱意识形态斗争。最后要两岸融合为一体，要求这两岸融合为一体就恐怖的哈。第一，伊讲啊，要取消两岸交流的各种障碍，帮助台湾人认识现在的共产党。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现在的共产党，到底也居心起什么哈？然后最后呢，要追求的是两岸政经融一，经济也一体，政治也一体。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充满了这个学问。等一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好啊，欢迎继续收看《政治到了》哈。这个韩国瑜啊，他讲说讨论主权很无聊，你记得不？一直讲主权很无聊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太这个有深意了。上任之后是否会签署和平协议呢？到底会不会不需要间接成这样子？两个要恢复对话。你要知道，就算是夫妻吵架不讲话也很危险。同学，我知道，你的眼睛告诉我你打了一个问号，对我没问题。去看看我的一连串的讲话。把两岸关系比喻成夫妻吵架，回答的乐乐等，讲跟没讲一样，两度被紧咬不放。这下不回答也不行。韩国瑜抛出两岸新见解。两岸关系，王爸爸的关系，这个够不够厉害？很厉害的这句话。什么叫王？我骂你王。什么叫爸爸？爸爸要什么给什么。再度语出惊人，两岸关系从夫妻变成爸爸。我们这把年纪能够从旁推你一把，那我们结了一个善缘。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推你一把，你们也要原谅我，我尽了最大力量，好吧？谢谢了啊。和平协议到底签不签？这场论坛下来，连答案也没给，倒是答非所问，草草收场。不过，到底口中爸爸是谁？恐怕连自家人都有听没有懂。韩市长很多想法，事实上都是比较创新的。蓝军的立场当然就是跟大陆这边积极的对话。说得好听叫创新，但不止蓝营听得不飒飒。那谁是王？谁是爸爸？我不晓得。我真的很希望台湾不要变成王。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越讲越粗俗。韩国瑜想打两岸牌，争取选票，但被问到细节政策，说也说不清，跟两岸关系暧昧不明。座谈上抛出和平协议，韩国瑜更两度被逼到胡同去。爸爸一说，韩国瑜说出口，但听的人有听没有懂。那我想请教一下博伟，你我都接受未？伊内底有一个讲，迄个比上较爱台湾嘛，还想两岸各党派嘛，再来嘛蔡英文啊，上讲习近平嘛想爱台湾，安尼，如果即句话逻辑成立的话，表示讲我若伫街仔路顶悬看到一个水姑娘啊，我就当甲讲我爱你，啊，就甲带转去安尼，那有可能？你爱我是一回事，问题是我要甲你配无，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你作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你想哪会当去讲啊？无，阮台湾甲伊即个两岸一家亲，若是要嫁乎伊，若是要创啥话？我认为即个条件无存在，想哪会害死两？
两岸的各党派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包括着韩国瑜今嘛嘛讲我拒绝一国两制啊。嗯，问题是同款，这个柯文哲有讲过一句话叫统战被污名化，我们要想个新的名词。所以重点是一国两制好，你话啊和平协议敢是？啊和平统一敢是？啊两岸一家亲敢是？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迄个语言要安怎用，重点是你的行为上，你敢有唔敢敌视中国？你的我甲爸爸是啥物意思？你的这个。唔敢这个所有的周边的国家拢敌视，啊，拢未敌视中国，诶，原因是啥？嗯哼，所以敢唔是一个做深谋远虑啊，做机卡的一种讲法吗？所以作为台湾的政治人物，我认为吼，这道的选举其实大家判断方式，因为这个语言的文字的游戏伤侪伊啊，我建议大家信用本土啊，支持台湾，你免去介意像，但是你听伊咧讲话，你看伊做代志的内容，去决定讲。你要安怎来支持这片台湾的土地？那袁志兄，请问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现在的共产党？说这认识也没有不好。那作为发言人要把他行为做个合理的解释、哦、认识也没有不好嘛，认识也不见得说你要跟他。所以这是韩国瑜主张要台湾人认识共产党了、啊。我觉得认识，比如说，哎，我们国民党也要认识民进党啊、嗯，对不对？我觉得这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但我想要解释一下，就是刚刚洪英哥你刚刚讲那个反清复明那个意思、啊哎。其实他是在一个就青年座谈会啊，跟青年座谈、啊哎，他举一个他认为比较容易。浅显易懂的例子、嗯比如说好像这是我自己举的例子啊，像周星驰有一部电影叫《九品芝麻官》嘛，嗯、那他那个主角包龙星他在审案啊，一个坏人，小李子公公跑来站身啊，帮坏人讲话、嗯，然后包龙星在那边审案，小李公公说，哇，这包龙星你好大官威啊，再给你多做两年官，你岂不是连老佛爷都不放在眼里啊？嗯、包龙星就说，老佛爷不是放在眼里的，老佛爷是放在心里的。嗯、我觉得那个意思是一样。主权要不要顾？当然大家都要顾啊！你说韩国瑜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他早就讲了嘛，绝对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不捍卫中华民国主权，难道捍卫菲律宾吗？嗯、一国两制，除非粉身碎骨。他就是然后中华民国前途2300万人决定，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害怕。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不是说动不动一直挂在嘴巴上面，我们护主权，好像我们只要护主权，我们其他政策都不用推了。嗯、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是这个，他要表达就是，刚古英大哥也讲得非常清楚了，韩国瑜的立场是非常坚定，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不用去质疑。是，那我再请问范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现在的共产党？为什么两岸要最后融合为一体，要政经融一？然后我们要让共产党来比赛爱台湾，然后要讨论未来两岸人民能接受的统一步骤跟模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初级阶段。哎，按中共来参加怎么比赛爱台湾，我是不晓得怎么比了啊。但是中共一定会说嘛，我们什么啊，惠台政策啊，爱这个都是为了对台湾好嘛，啊，吸引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去那边创业啊等等。我觉得韩国瑜现在跟这个某报业集团啊，媒体已经绑在一起了，彼此是等于是命运共同体了，啊，那这个集团现在也把唯一的希望放在这个韩国瑜身上，甚至他们已经公开叫吴敦义下台了，让韩国瑜当党主席啊，韩国瑜当党主席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掌握真正的立委委员的部分去提名。嗯哼，韩国现在到各地去，很多地方的派系不理他。嗯，你什么东西都不带来，带两串胶来。嗯，你要带资源来啊，你要带这个部分区的提名来啊。嗯，第二个，这位媒体老板可能也想当，如果韩国当党主席，未来国共论坛，他就是座上宾的嘛。嗯、他可以面到的是谁？是习近平。嗯，好，那什么叫做对现中国的现况啊这个状况了解？我台湾每天这么共产党认识共产党，认识共产党。这共产党有到底是什么呢？嗯啊，是要就最必须要去中联办吗？嗯，去中联办去了解怎么样操作一国两制吗？嗯哼，是这样吗？去见习怎么样运作一国两制吗？嗯哼，彭你为什么成为一个一国两制第一个进入的台湾政治人物？嗯哼，为什么郭台铭说你千万不能去？嗯，为什么香港反送中民众要去攻击中联办？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他去中联办干嘛？因为中国大陆打折啦、嗯，所以他们本来在外面吃饭呐、啊，后来请他在里面吃饭。嗯，可是单纯就这样。我如果这个我不太能接受。这个我真的我觉得用这个理由是骗老婆都骗不过。真的，你别来，对我那咱你冲下啦。我不要讲，没有这回事啊。那我请教一下瑞德，想不想认识现在的共产党？我昨天看了一个我四新的学弟，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在四新毕业的毕业生代表致辞。是。我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四星其实这些年以来啊，都是比较偏向于啊，像国民党这边呢、啊、偏蓝啊，那、嗯、因为很多的这个相关的陆生等等啊，他里面用他马来西亚的侨生的身份、嗯，然后呢讲了很多东西啊，特别讲说为什么在台湾在小吃店吃东西的时候，
看了老板看了一个电视台，一个小时有几十分钟都在报同一个候选人，嗯，你知道吗？哎、人家是一个外人，他可以看出他自己看出这是不对的呀，这是有问题的。他勇敢的在毕业生致辞的时候说出来呀。那除此之外呢，我突然想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这些世界大国的这些领袖啊，他们每天跟我们台湾一样，那他们的这个桌上呢都会放了一个国安日报，嗯嗯。一定会在乎台湾总统候选人，包括蔡英文的动作跟那行程，包括韩国瑜的动作行程跟讲了什么。嗯，今天当他们看到翻译是嫖妓玩女人的时候，两个那个领袖会怎么反什么反应啊？又来了，是有这个意思吗？怎么会讲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东西隐喻示意，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呢？那刚刚因为那个叶元之啊，又讲到这个有什么缓清复明嘛，那也是这个韩国瑜所说的嘛。地震高岗，一脉溪水千古愁，满朝大海，山河河水万年流。这是什么天地会？反清复明，他的总舵主就叫陈近南。你如果不知道陈近南，陈近南是谁啊？那个谁啊？那个韩国瑜最喜欢讲的一本书《鹿鼎记》嘛。生平不是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那人家是。反清复明是很严肃的一件事。郑成功的宰相之类的，不是，他是他的参军，啊，叫军师啦，正经的宰相。哎，他是军师就对了哦，但是他后来很惨就对了。可问题是对台湾有贡献。他的徒子徒孙后来成了什么？后来成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个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反清复明下来，这是很严肃的事，牺牲很多人的生命跟家庭。你今天提来乌白讲，提来乱乱讲，信口开河，没有错。我告诉各位，他现在他前一两个礼拜讲的那些给我们点干的账跟密密麻麻对吧哈，他突然间发现再讲下去也吐贼，你知道吗？他开始用去年那一套挑拨离间、阶级斗争、蓝绿对决、庶民跟所谓的贵族，他忘了他自己不是庶民哎，你如果是庶民的话，你已经拿了2677万高雄人给你的一票30块耶，你有一个会自己长胖又长高的古坑农舍，后来把他赶快脱手哎，然后拎到什么什么什么双语贵族学校，宰山鬼也弄起来，保登鬼的丢，你怎么会是庶民？他说他不是说他自己是庶民啦，他要帮庶民代言，他要帮大家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了。基本上又用什么又白什么又白的又胖的又什么东西的，他都在搞这些东西。但是要小心，为什么？因为他讲话讲话不是给人听，一是好，遐什么人听？你知道韩粉不要以为都是军工教哦，不要以为都是华清郎哦，很多是台湾人，尤其是那些生活比较困苦的台湾人，对哇？你拢吃香喝辣。我拢哈尼艰苦，我一个月安尼吼做到要死对吧吼，才几万块尔。伊煞袂记你台顶迄个比大家拢较好个，你知无？因为安尼靠安尼一支嘴，够民调。今天已经第59个民调是蔡英文从去年教训民进党的那个124，教训民进党的18%最低，翻转过来，那倒赢韩国瑜的第59个民调。民调长到点二，但是。你必须蔡英文跟民进党爱个韩国瑜在，把他的所有的在高雄所做的一切没有兑现的资料全部都讲出来。你要让绿营的支持的，有包括高雄，包括全台湾各地，因为这样子而愿意出来投票。然后呢，中间选民跟年轻人愿意出来投票，啊，你靠赢还靠零行啊？创下兄弟别创。我现在想到一个，又想到一个人哦，这个人是胖胖的。也白白的，你这题过了啊！我想问一下袁世，他有贪腐吗？而且他反过，他还反过啊！那接下来我就要回答那个问题。这个人有一句名言：中华民国一直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存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世界的任何局势，不会跟为美国，我们一定要谈主权。所以再解释一下。韩国瑜说主权很无聊，那你怎么问这个跟这个人交代？这个人告诉你主权很重要，主权无聊。然后后面还发了一个声明，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中华民国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绝对不会任何外在情势就放弃了主权，中华民国要坚定的强调自己的主权，都是这个人讲的啊。所以我请教一下，你要去怎么解释？进到中联办，中联办的象征就是这个人最反对的意思，他绝对反对一国两制。所以我刚刚就讲的，其实你不用去说啊，这个庶民或怎么样，请跟你们的老祖宗，国民党的老祖宗，这个白白胖胖的人，但是绝对没有贪腐的人，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谈主权？为什么主权很无聊？
刚刚谈到旺旺中时，来我们看今天的最新的消息。这个日前在广播节目中大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活在戒严时代，不读书就是草包的旺报社长黄清龙发出最新的讯息，将在下个月退休，卸下中国时报发行人及旺报社长的职务，展开第三人生。那这个黄清龙呢，在广播节目上是这样批评韩国瑜的，他说高山升旗台，他直批你还活在戒严时代啊。接着他谈到故宫一次展，黄清龙说你有没有头脑啊，你怎么会主张说你当选总统你要让故宫所有的宝物一次展出呢？你要展出要展现什么呢？到底要展现什么呢？展现就是说哇，我们有多少国宝，是不是？这是完全没有尝试的，还大呛你这个人就是不读书就是草包。我可以这样讲，韩国瑜，你想当总统啊，我想有一点脑筋的人都不会同意的。哇，不洗，被退休了哦。那个是因为哦，最近你会看到那所有民调里面有一个最有趣的，50到59岁的人，本来韩国瑜遥遥领先两位数以上的趴数，但是最近都到了5%了。为什么？因为50到59岁的这群人哦，基本上呢是9年国民教育的第一代，有尝试的，有读过国中的。所以因为读过国中，当然国中理化第一册就教示你黄金是不会变成绿的。然后所以他们这一群国民教育的第一代，我要纠正一下那个黄创夏，最近韩粉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大举的讲，没有黄金是不会永远不会变绿的，黄金放久会变黄铜。我要纠正一下，对，是的，韩粉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一群人会受不了，因为他们至少读过国中，然后读过国中了以上。所以你看胡佑伟也出来讲了，胡佑伟也是大我几岁，也是50到59。要说你韩国瑜哦，以后带着那些顾问团、善后团跟在旁边问一下，然后呢，蔡思平也讲了一点 sense 都没有，思平大概也是大我们几岁而已吧。所以现在这个青龙呢，是我们以前的总编辑，那当然呢，他也受不了嘛，至少读过国中，九年国民教育的第一代，怎么会忍受说连一点尝试都没有的？听说韩国瑜的高中化学老师已经准备出来公开跟大家道歉，我没有把这个小孩教好。为什么是高中化学老师？是这个。我觉得韩国瑜的想法不一样。我在想哦，韩国瑜他建立讯息，你不要以为他是真的是草包，他不知道黄金不会生锈变绿吗？所以那个是黄铜，因此很可能有人倒卖国库的黄金，掉包成黄铜，所以才会生锈变绿。所以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很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办这个弊案，就好像柯文哲办大巨蛋的弊案一样，作为他起身总统起身的第一炮。所以这个事情值得重视。然后我可以讲王八蛋的事了吗？请说。对了，因为做王插蛋好了，做翻译，对对，王插蛋。做翻译官，我不得不翻译一下，不是问他两岸关系吗？他说两岸关系就是王插蛋跟爸爸。叫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他说你对两岸关系，你老是讲他王插蛋，王插蛋，搞关系搞不好嘛，那你叫他爸爸，关系就好了嘛。所以这不是我乱讲的，国民党的苗栗县的议员，他自己怎么讲的？那个郑巨然他说管他什么统战，谁给我钱我就叫他爸爸。有没有？那时候馆长还说要给他钱嘛。所以今天韩国瑜就是希望我们说，我们不要再跟叫中共王八蛋，我们要叫他爸爸，这样两岸关系就会好嘛。这样一个集权专制迫害人民的国家，如果你真的要叫他爸爸的话，韩国瑜，你是眷村长大的，你眷村有多少留在大陆的父老受到共产党的迫害斗争？你是军校出身的，你的学长们有多少是在战场上被共产党杀掉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一个集权专制迫害人民的国家，你希望我们对他叫爸爸，那我真的不好意思，这个字请不要消音，你就是王八蛋。古云大哥，他没有，不是你误会那个意思。好，那请解释。你又开始圆了，你又开始圆了。他的意思是说，两岸关系不是零和游戏啦，不是说你骂他王八蛋，或者你叫他爸爸啦，不是零和游戏啦。可是，怎么会有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是用这种字眼来加以？你现在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韩国瑜从现在开始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不可以相信。为什么？我们要等个一两天，翻译官帮他翻译了以后，叶元之，对，那翻译官翻译有没有？也不知道翻译官翻译了以后到底能不能相信哦？因为从这个一两个礼拜呀，都是这个样，都要等翻译官翻译嘛。然后还有元之刚刚讲到一件事，我非常的压抑，因为他讲说韩国瑜为什么进了这个香港中联办嘛，是为了吃饭的问题进去的嘛，各位。中联办邀他去。各位回去 Google 一下 ，Google 大神马上 Google 一下，当时人家质疑韩国瑜进去这个香港中联办“一国两制”太上皇的时候，他的说法是为了推销高雄的果菜那些农产品。他的说法是这样。所以现在又现在吃饭就是为了推销啊？推销吃饭是为了推销，还是为了推销去吃饭不一样嘛？吃饭啊！所以现在又圆了嘛？没有，这没有圆呐。不然我讲起来了，你吃饭你外靠吃得啊，那有可能为了。冒那个那么大的误会进去里面吃饭，谁相信啊？来，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刚刚给大家看那个黄青龙啊，有人是怀疑说他因为骂了韩国瑜，所以就被换掉了。那黄青龙是说他是自己本来就十一月一号要退休了哈。那他有说不要误会中天的老板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新闻，因为韩国瑜那天不是跟年轻人走弄了一个叫做“走出同温层”青年座谈吗？还记得不？嗯。这个有一个媒体叫卧草，卧草呢独家发现，许多参加者根本就是国民党青年团的成员，还出现曾经参与中国国民党议员初选的准参选人，啊、哦，这里面有，然后他说，里面啊，台大、政大在内，很长期参与公共事务的学生意见领袖，去报名哦，但是被筛选掉了，啊、哦。然后其中报名没有被录取的台大《议事报》社长陈宏伟呼吁，韩国瑜如果真的有诚意跟青年沟通，应该要公开筛选程序。啊、哦，卧草呢独家发现，27号的论坛里面有多位顺利通过筛选的参与者，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青年团成员，或是曾经参与国民党青年培训营，也有出现青工会成员跟准议员参选人。来，人是有证有据哦，注意看。公里你这个中天啊新闻有把这个活动的现场用直播，然后呢直播变成影片，影片在24分20秒的时候，有位女性的受访者就是曾经参选2018年国民党青年团13任总团长的汤其元，并且都是参与筹办国民党青年团活动，还曾录制国民党青年团线上活动影片，一直共有的是这个汤其元。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博伟兄，你相信吗？这个看起来这个节目演了未歹啊，对不对？有演员，哎、啊，伊不是要走出同温层？不啦，伊有演员啊，有演的观众，这看起来跟《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就同款啊、哎，对不对？现场有迄个临时演员，哦，对不对啊？迄个表演啊，这个特效胶吼，既然伊是一个节目，伊是设计好的场合，虽然内底有几个问题，咱感觉讲哦，这介险哦，但实际上。拄到险的问题，全部乌龙蛇刀。问看和平协议要签无以后啊，两岸这个主权很无聊。啊，问讲迄个即马什么关系？讲王八蛋跟爸爸的关系，只要是尖的问题，伊全部拢不爱回答。啊，其他特教的吼，《中国好声音》演艺节目啦。所以我讲韩国瑜足可惜，上讲台湾无见个介人才，早已从前真咧参选总统候选人啊嘛。是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新闻啊、哦，这个新闻。高雄市议员邱进宪给他给郭荣祺议会质询，询问新任的行政及国际处的处长丁乐群，啊，说市长韩国瑜的坐车到底有没有被装追踪器？丁乐群跟同仁简单交换意见后回应说，在有跟没有之间。我的车子都可能被装了追踪器。韩国瑜8月自曝可能被装了追踪器，查了2个多月，到底查出什么？有没有追踪器？它在有跟没有之间，有跟没有之间，有一个东西实体的物体在这个宇宙空间里面，它居然会存在有跟没有的中间。就跟议员报告一下，因为现在实际上追踪是一个高。处长，你刚来，你真的不要学韩市长在回答问题的方式，有还是没有？你现在就学他了啊？到底有没有追踪器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查出一个结果，没有查出一个结果，没有查出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啊。过了多久了？敢做这样的推定啦，因为有没有都是发生在我来之前。高雄市府官员一句“追踪器在有没有之间”，让网友傻眼。有人留言：“高雄市长也是介于有跟没有之间，有什么样的市长就有什么样的团队，神逻辑。”我的主要意思就是这个我没有答案。我们一直在查，
也确实是没有查到任何的基证来证明他是有的。可是因为市长说可能，我们也不能够说他一定没有。简单说就是没有找到追踪器，但是韩国瑜说可能有，所以市府官员即使没找到证据也不会公开说没有。韩市府的团队为了帮市长善后，现在连话都说不清楚。有没有追踪器，他在有跟没有之间。这个已经是禅宗的境界了，你知道吗？在有与无没有之间，这是征服宇宙等级的一个回答。薛丁格的追踪器，我这个不知道要怎么讲啊，是不是要让原知先讲？对，让原知先讲。原知先讲，快点啦！你最后问他，快点啦！你要尽责，对吧？尽责当了这个发言人，对吧？怎样？没有，我说半梦半醒之间，有跟我不晓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为什么在有跟没有之间呢？应该就是有啦，应该就是有啦。啊啊！有这东西？有吧？有成立了他谢龙介，那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骗我们吗？他说没有啊，他是预测而已啊，嗯，对不对？那到底有还是没有？我不知道有。追踪器证据在哪里？你说有没有？你发言人要尽责哎，我回去问一下，回去问一下，快问。因为今天他这样子讲，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有或没有中间。哎，国林，什么叫有跟没有之间？有跟没有之间就是说，你觉得有的就是有，你觉得没有的就是没有。哦，譬如说我今天出去乱来，回来老婆说你有没有乱来，我说没有。那我就说是没有，老婆就是觉得我有，那没办法。但是你不会跟你老婆说介于有跟没有之间，那就会被他打出去。我现在回头啊，我回头刚刚讲你讲那个萧景田场子没有人的那个事，那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以前帮很多党外人士助选，基本上哈，我们是不摆椅子的，因为场地都不会很大，人会很多，所以不摆椅子，只有前面摆几张。人家是资深公民，没有摆几张给老人家坐的这样。那为什么要摆那么多椅子？就表示说，因为预计人不会来的很多，所以摆椅子坐下来，那就站就我所以他得让嘛，对，让乱嘛，那为什么摆那么多椅子，他没有人坐，可是都站在旁边确实站着一些人，你知道吗？坐的人会觉得很丢脸，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就搞不清，包括韩粉的，就是韩国瑜的这些造势大会，哦，三万人、几万人、十万人，不管他随便讲，可是不是去的人都是支持他的人，很多人在，譬如在台东啊，什么在什么苗栗啊，他听到韩国瑜来了，我要不要去看一下？哎呀，来看一下，所以看一下并不表示我就是支持你的人，但是现在整个的形势，因为韩国瑜的这种种。没有尝试的，已经我都现在不讲，还没有知识，没有尝试的，然后没有基本道德的那种言行，所以大家，我跟你讲，现在连韩粉都不太出声，不太敢承认。我就是默默的，以前就说，要支持我韩国，现在都默默的这样等到，反正我就是投那一票就对了。那所以这些去看的人，他们觉得我是来看热闹的，我老姐底下美术标喜欢支持韩国瑜，那丢多丢脸啊！所以我不愿意做啊。我为什么要呈现这个？到底有多少是 gay？ 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假的？你知道吗？那有哪有可能放民进党刷啦？是不是？有不会拿出来吗？如果有追踪器，不会拿出来给大家看吗？对呀、啊，看是谁呀、啊？是谁装的啊？你们中国家机器介入吗？而且红云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句话，就是国家机器介入。如果只是单纯的，那没什么。因为他做了这么严苛指控，那两个议员不是加码吗？两个议员加码说看到了，看到了，有没有？其中有一个议员。最近可能还要变成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嘛，对不对？所以呢，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讲你有看到，他不要讲你有看到相片，相片有几条呢？其实这件事情还有个诡异的地方。韩国瑜为什么会致电给谢寒冰？说有什么难言之隐、啊？讲出来啊，没有关系，有一枪毙命。我记得在这个地方，红姨问过我，如果真的有会怎样？小英就边算了，我讲看别的啦，你都边算了。你的国家机器是哪一个？是调查局、警政署还是斗鸡单独？不知道，那是谁去装的？那你就把它拿出来，让他一枪毙命。你认为韩国瑜都会说人家白白胖胖，都会说人家怎么样了？他会放过这个天下掉下摊上掉下来的礼物吗？可是如果你拿不出来，那你就是污蔑，你就是造谣。我也不会讶异啊。为什么我讲这是 gay？ 啊、哦？如果有追踪器，这个代志不得了，真的小英不用选了。没有，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就是说，因此支持韩国瑜的人都觉得很丢脸了。那要替韩国瑜讲话的人，那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承受度，就是说犀牛皮的那种程度才能够去替他讲话。所以就包括像刚刚原知嘛，追踪器他说有，没有哦，他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看。这件事情发生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吗？是，所以你还就
为了要硬要帮一个人讲话，讲到没话好讲的时候，嗯嗯、才会讲出这种有与没有之间的非人话嘛。嗯、那燕姿，我问你啦，那你觉得有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是韩国瑜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可能有啊。他可能有拿出来嘛？有一些证据，他的感觉不能拿出来，但是又可能没有看到是有证据还是他的感觉，可能没有实体的监视器。但是发言人用比较精准，是有证据还是他的感觉？他就说可能有啊，他的可能有啊。不，你是发言人，你怎么诠释啊？对，你不知道怎么诠释，我就问一下。他有就拿出来呗。发了言人可能有，可能有意思就是说拿不出来。是白白胖胖的人去装的，还是瘦瘦小小黑黑的人去装的嘛？哦，我想干嘛？你讲一下，有没有假高血压药？为什么我为什么说那个是假的？对啊，哦，我敢说那是假的。再看，我认为这个也这个人家也、欸、人家是举证呢、欸。走出同温层的意思是我接受年轻人的挑战。嗯嗯。可是你叫我们抓出来，讲规拢唔讲规个啦，内底足侪拢是国民党诶啊。那哪里有走出同温层呢？所以足侪物件是包装诶嘛。来，潘雪焕老师，这是我参与嘛？那个我有特别去问过了。他是说，当然青年团的人也有去参加，大家一起用电脑抽签抽出来的。所以里面也会有国民党的。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民众，只是他们中签的比例比较高啦，也不会。其实你在现场看，大部分讲话都蛮难听，都直接吐他槽的。嗯，对。电脑抽签哦，直接有抽签。那问你，电脑抽签如果都是国民党，你们怎么办？他没有哪里有走出同温层？他没有，都是啦。不是，因为我是说电脑抽签如果都抽到国民党呢？因为我们也没办法筛选他的党籍嘛，你不能说哦，你国民党不能参加嘛？不是，你还是用国民党。我觉得你应该问说，你有没有这个国民党籍？再来是你要问什么问题？我要越辣的越好。应该是这样子嘛，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走出同温层嘛。哎呀，对吧？国民党的也可以提供意见啊，你要走出同温层啊。没有，但是我们讲的是走出同温层呢。对啦，但是我们从现场来看来，如果是演员的话，大家也不会问那么辛辣问题啊。嗯，有的人甚至都当面吐槽他，说你很讨厌，什么都有。哦，我干嘛让阿麦那来宾打个龙一罐血压药啊？对对对，来，潘雪焕老师。我觉得今天很多人。讨厌蔡英文，你对他的政策是他有做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讨厌他，但是蔡英文他至少是一个言行方面正常的人，我觉得韩国瑜今天让我最害怕一点是，他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他在煽动仇恨，他在煽动分裂，对，甚至他讲一些我们无法对我们的小朋友教育该讲的话，讲一些跟情色有关的话，讲一些脏话，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他个人的政治利益。我不需要讲蔡英文他今天选总统，我至少我认为他是为了台湾不要被中国并吞，那是站在一个高度，是包含赖清德也是。但是蔡英文韩国瑜为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了世上苦人多吗？还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今天有一个香港的记者就问我，他说为什么韩国瑜决定要选这个总统？就他才刚刚当天意和民意，对，我说他其实是个迷信的人，他认为那是天意。他认为他当初不到三十几岁就当上立法委员，还连当三届。他认为这是他其实他我认为他是个迷信的人。他为什么要换风水啊什么？他认为那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机运，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当了连续三年的立委，那是很多人羡慕的。对，后来他失落了，老天不要他了。去年老天又要他了，让他不在一个不可能在高雄赢的地方赢的。这个运是千载难逢的，要靠这个运一气水上总统，他这辈子就发达了。他是站在这个角度，他不是站在什么为了台湾，为了这个国家，不是。当一个人只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时候，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就像毛泽东当时他大权被刘少奇所夺的时候，他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十年，把中国基本上搞到一个殆尽，整个快破产了。他为了他自己的权利。对，我怕的是韩国瑜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那个追踪器，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可能会让我们很多失去很多该讨论的东西。我举个例子。这两天来台湾有一个新疆人，我一直很想讲这个议题，他叫做 Gurbahar， 他是个女性，他是个三个妈妈三个子女的妈妈，他其实是维吾尔族人，他是哈萨克人，他是等于不是中国公民，只是他是维吾尔族人，他二十多年来在做这个双边贸易，他2017年被关在教育营465天，你知道他多惨吗？现在新疆有300万到500万人被关进去。他们每个月只能够洗澡一次2分钟，身上都是每个月洗一次澡，两分钟，然后睡大家身上都是皮肤病，结果头发全部被剃掉剃光，因为怕有长头虱。对，很多妇女被关进来，里面关起来8平大的房间，40个人，里面从14岁到70岁，
一天只能够睡，每个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嗯，两个人睡一班，每个人脚上绑的是5公斤的脚链，嗯，每个人哦，他打有时打了个喷嚏，被罚站12个小时，嗯，然后很多妇女进来怀孕了，会分泌乳汁嘛，嗯，那个乳汁就在身上，整个干在胸前，嗯嗯嗯，没办法洗澡，臭掉，嗯嗯，给他们吃一种药，每个人全部停经，因为你有月经还很麻烦呢、啊，嗯，还要卫生棉什么，全部停经。然后甚至怀孕的妇女全部强制堕胎，嗯哼，然后他们吃一个药之后，他们整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躺在那个铁床上，竟然不会痛、嗯、然后整个人会失去忘记我怎么进来的，吃一种药，而且强迫你每天吃，嗯哼，还有的妇女是遭到性侵，哦，她来台湾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今天台湾变成明日新疆，嗯哼，我必须要讲我怕的是什么，嗯，我怕的是韩国瑜如果真的当上了总统，他为了他个人的自私，他个人的利益，嗯，他什么都可以抛弃掉。嗯哼，我觉得这不是危言耸听。今天这位女士来台湾，她为什么来讲这件事情？嗯哼，她现在这件事情现在就发生在新疆，嗯、而韩国瑜说两岸关系是爸爸的关系。嗯哼，我不晓得他的爸爸是不是对岸。嗯哼，爸爸叫你该做什么，你是不是就要做什么？嗯哼，还是他敢骂对岸王八蛋呢？如果你敢骂的话，我佩服你。嗯，所以我不需要讲。他不敢啊，他不敢嘛。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些问题上，为什么国际间今天的香港这么担心今日台湾明日香港？为什么这位新疆的女士要来台湾讲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其实今天面临到的是很关键的选择。我觉得我们真的，我觉得中产阶级要出来投票。嗯，这个票，我觉得不是为了说你可以，不是为了支持蔡英文，而是我觉得要表达的是，我们要维护台湾的价值，还有维护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对。其实，在几年以前呢、啊，那么。新疆对不对哦、嗯、新疆开始每隔30公里设一个武装的岗哨，嗯，然后呢那时候我们有去，如果有人要去旅行的话哈，你每30公里就是一个武装拿 AK-47 的岗哨嘛，嗯，然后紧接而来后来他们家免户人家里的菜刀，嗯，全部都要管制，嗯，都打雷射的相关的东西。我家人那时候我记得几年前啊到新疆的时候，他们发生一件事，为什么呢？他们要即将进去的下一个站，突然间，那么公安武警把所有的全部封住，为什么呢？原来里面60几家饭店跟民宿，一夕之间全部列为拆除，嗯，所有的人不准进去，然后开始抓人，然后你这些观光客全部后退。那当时就想说，那我怎么办？前面的行程怎么办？旅程怎么办？黑天大打击。整个新疆封，你还记得吗？有一段时间，大概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新疆是禁止观光跟旅游的。嗯，那时候听说就是把这个几百万人的这个维吾尔族的相关的被囚禁的人进行换地方囚禁的一个工程啊。嗯，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对维吾尔族人是这么残忍。现在已经21世纪，他们还这样做啊？他有什么事做不出来？那我请你，我为什么要跟你统一啊？后来，那么这个是在园林哈，园林。暗时7:38的时阵，现场摆的椅啊，说5000张椅子，但是出估坐满是3000个人。那这个有这么多的椅子，并没有坐满哈、哦。那这个我想，不过你安怎看这个图？没，我懂完应该人比侪吧？啊，你懂完的人比较侪。我嗯，无啦，这主要几个情形啦。第一吼、坦白讲，要替伊讲话，这两天可能较寒啦。天气转寒，哦，啊，行出门定刮风。我们叶源之不会同意你这个观点。那因为不是啊，那还是要让源之先讲。突然要先有源之原味啊。你先讲，先讲。不啦，其实我想是安尼啊，就是伊这个过程吼，伊叫伊选举的过程，总到底着双方面，啥那伊要提早请假出来，因为双方面的支持下另外，另外了沉积物啊，就是讲这个基本盘的部分。这个民进党是比国民党大足济，原因是将近7-8个月的时间，韩国瑜一直拢咧唔知咧讲啥货，尤其是5月份民调扭转，无清楚无明白，因为国家主权讲袂清楚，入去中联办唔知影啥物原因，所以反送中的事件了，规个倒变，倒变了后咧，大家开始观望啊，这个白菜咧搁走出来啊，咱到底敢搁要继续支持伊？所以像拄只柯林道讲，伊会徛伫边啊看，你即马大家徛伫边啊看，过来吼，伊迄始终支持者无啊济。再来，伊场地吼，无像过去会当取巧、包括伫洪山一场，包括伫有诶所在，伊会当安怎可能客座会？伊、这是一个广场嘛，你若放个5000条，应该讲不管人有满无满，迄、那个广场看起来人本来就空空啊。是，所以我想在个别事件、袁志兄，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
他那一天一整天的行程啊，从早到晚啊，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行程人都蛮多，而且都非常热情啊。而且你可以感觉到很多都是当地的，因为以前人家都批评韩国瑜说他就是一堆韩粉，同一群人跟着他环岛。但是我们从他跟当地民众互动过程当中，因为大家都关心在地的事情啊，是。但我是觉得民众是蛮有热情的，包括我周末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澎湖，到了一个宫，也都是民众都在那边等他。我是觉得不用。执着在某一场啊，大部分我觉得都是蛮热情的，但是你承认人比较少了，因为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当地的回报是说，好像还是有5000人左右了。我觉得比较可怕的不是人数的问题，也不是将来我们被中国统一之后怎么样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被撕裂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韩国瑜的选举方式。就是一种制造怨恨、制造仇恨的方法。这个方法在19世纪的尼采就已经讲过了哦。他说怨恨，简单来说就是想象乔装成弱势者，当有人指证自己的无能与失败时，就将这样的评价称为邪恶、刻薄的，而把自己的无能与失败粉饰为宽恕。爱与包容，在怨恨别人的进取与成功的同时，美化自己的怠惰与失败。你看，为什么人家尼采是伟人？200年前就清清楚楚讲出今天韩国瑜跟韩粉这些人，你看完全一点都没有违和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可怕，就是说大家选举嘛，各有主张，各有。我觉得以前的选举就是说，反正我主张这样，你主张那样。那可是。不至于到脏话粗话满天飞，然后要这样去污蔑人家的身体，污蔑人家的性别，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是这是台湾整个社会道德的沉沦呢。假设说这样的人还当了总统，我真的出去以后，我不敢讲我是台湾来的，我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是，那袁志兄，因为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在讲这个啊韩国瑜这一场啊，这边莫爱西尊，你特别有提到说。蔡英文的场子，是啊，有人啊去发便当，然后有人去送米，而且那个送米还是发米券，花米券，对，然后就是说，这个一啊后面才发，就不避免人潮散去，对，你有贡献的代志吗？我看到影片，这里都有，台南的一场，然后在公庙，哎，然后那个台南市议员呢就有发米券，然后上面就是写说。2点蔡总统到，啊，2点半发米，对，然后便当的话，好像我记得是在云林的样子，就是市议直接公开讲说，大家莫离亏哈，便当等一下有便当，而且热热的哈，那个有人帮你盛，那要有证据哦，有看过影片的，有哈，真的啊，这双方面拢有啦，国民党伊嘛袂否认，讲伊捌分过便当，捌动员过游览车啦，但是即马就是要抹迄个民进党，啊，你甲我同款嘛。啊，事实上，顶礼拜蔡文总统来我的选区参拜时，共迄个宫，伊是少数共迄个宫，韩国瑜嘛去过，蔡文嘛去过。啊，事实蔡文的场人就比韩国瑜多啊。韩国瑜嘛是动作嘎嘎的，那个你看他们那边都没有人。啊，无就像李来西安咧加一个迄个小片段，那国旗无可能也带来开始看图广告书。龙井永顺公可以回去查，我那场人一定比他多。但是我也听到很多场子是韩国瑜的人。啊，对嘛，所以今麦就是要来委座会，伊讲的是民进党有发便当，伊无讲的是咱国民党冇发。啊，就是事实啊，无你今麦否认我国民党的场从来冇办过。绝对无可能承认的啦，所以其实这就是在玩尔，这也无啥。你就爱让伊家己的工课做完，那无还对得起法院人的承诺。我这个，因为现在没有民进党的朋友，民进党的朋友明天我再请教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指控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讲民进党的人其实是用米在烤的，用便当在烤的，不是真心来想要来这个助阵的，好，那等一下回来啊，这个我们继续讨论，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啊，欢迎继续收看政治道了哈，我干嘛？韩粉啊，也真的是很厉害哦，真感动、欸。今天有个新闻是这样啊，就是说啊，韩市长啊，他录了一段24秒钟的影片给一位高龄91岁中风住院的男性粉丝。那韩粉在医院里面啊，收到这一段影片，当场喜极而泣。他家属啊在脸书说，他爸爸看一次感动一次，哭得脑血管后来都畅通了。
阿诺啊，你来笑干呢啦？不是。啊！以古老笑的咩？网友讲哇，这种造神伎俩就是学共产党。啊，五爷是讲啊，那科批你就真的没医术了。这个也不是学共产党而已啊，国民党是这样学的。哎，秦孝仪当年怎么想写的？他写党史哦。哎，说孙中山临死的时候喊什么？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嘛，和平奋斗救中国，届时届时届时。哎哎，阿彪哥这啥？你改改吧。你改你改，哎呀，你改也。对啊，就是这样造神啊！他包括他们两个合拍的，对和平就和平奋斗救中国到底有啊不？和平奋斗救中国有没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绝对至少届时届时届时这个是没有的。这是个人是 get 掉 get 掉 get 掉。因为包括他们，譬如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两个坐在火车上车厢相对的那照片有没有？那也是假的嘛。很多的因为蒋介石在当时根本在孙文旁边还不是个咖嘛，汪精卫还是咖，对，他硬要后来要表示他正统的位置才去假造。听说原文是精卫精卫精卫，就赵明赵明赵明，后来把他改成介石。哦，汪精卫，但是把他改成介石。哦，当时汪精卫的地位比他重要太多了。嗯，事实上我可以体会了，91岁的老爸爸，对不对？哈，那么显然就是支持韩国瑜的啦。哈，然后他中风了，所以呢，那么韩国瑜录了一段这个很简短的录音来跟爸爸打气。当然，这也是好了，这是好事。我记得艺人五月天还有好几位艺人呢。男女艺人呢都做过这样的事，甚至于还亲自到了病床，对癌症末期的那个癌童啦，还是爸爸这个打气，这都好事啊。不过我母亲就是脑中风，那么脑中风分两种，一种是出血性的中风，俗称叉等脑筋；另外一种其实是缺血性的中风。那我母亲就是缺血性的中风啊，那后来变成植物人了，你知道吗？那么这里面这一段，当然这个泼脸书的人，他其实是要形容说啊，他韩国瑜有多好，然后这个父亲呢，因为这样子很高兴嘛，喜极而泣。你要怎样去给他代志？你知道为什么也中风吗？中风的是因为包括饮食会更，对吧？哈，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情绪激动，也就是说你也会啊就管啊，像我母亲那时候最高的时候，我到我那个加护病房去看，她血压冲破220，整个脸都变红的这样子啊，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让她情绪激动，而她听了，她说她每听一次了以后，父亲就激动了、落泪了、哭了，对不对？这是老人家，这是中风的病患最大最大的忌讳。哦，我们现在就是论事啊，那她这样做我没有意见啊，可以让她不管她是支持谁。也希望这个91岁老父亲早日康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不要激动。也就你呢，打气一次就好了，就千万让他保持冷静，然后保持平静，然后呢，慢慢慢慢让他这个不管是出血性的凝血，还是怎么样，让他赶快把他打通了以后呢，早日出院。OK， 这才是应该做的。我也来说明一下，我刚刚为什么笑成这样。因为哦，前面都很感人，后面忽然来一句说，既然连血管都畅通了，韩国瑜的24秒影片可以治病呢，我就想到那种美国有些那种不太正当的教的教主有没有？然后切眉啦，吼掰开啦，什么啦，弄上个面头前，好一蒙蒙的就好啊。灌顶者。嘿，然后我就想到那种，万一这个事情要是扩大渲染，我们节目收视率又这么高哦，到时候一大堆人以为说韩国瑜有那个治病的超能力，哇，把这些病人都推到那时候就不怕那5000张椅子没人坐了。我是想到那个画面，我才笑出来的，这神机啦，这叫神机，就像耶稣摸了一个眼睛瞎的人，他就眼睛就张开了，对，然后一个瘸脚的人摸，他就健步如飞的跑了，所以我觉得。这有人变成宗教性的了啦，但我尊重啊，这位家属，对这个有这样的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哈。来看一下，因为今天这个苹果日报所做的民调啊，那这个是整，因为为了呈现完整，所以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过去所做的周所做的民调啊，那做一个曲线给大家看得清楚啊，这是韩国瑜的曲线，这是韩国瑜的曲线。现在是27.8，那这是小英的曲线，这是小英的曲线啊，这个到40，所以两个人现在差距是12.2%。好，那韩国瑜是有往上走，这边这个礼拜来也往上走，那小英大概是平盘，也微幅往下跌。那上个礼拜是18.2%，现在是12.2%啊，18%，然后12.2%，所以差了
韩国也是往上走了5%多。那5%多，苹果日报的这一个分析是说，因为他那个游学那个事情啊，让年轻人确实是有走上来。不过呢，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你干嘛？蔡赖佩已经定了没？我觉得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哦，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还是认为韩国瑜那5%是刚才我刚刚讲过的，是那个陈同佳的因素，对，所以那个东西下礼拜如果到最后消退了，还是维持上个礼拜的这个状况的话，我认为当然就是就恢复正常了啦。那又苹果主要是因为它长期在做，又每个礼拜在做了，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重视一点了。但是我觉得蔡英文现在的确也面临到一个挑战，就他也到了。绿营支持者的80%到90%是支持他的，他也到了天花板，所以他必须要去更加的去开拓新的这个所谓的票源，也就是说，例如说他最近提到一些问题，他去了这个他国庆演讲，他讲说中华民国台湾，对啊，他说中华民国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台湾也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我们这是共同的，对，他是在拉浅蓝的票嘛，或者他是去那个金门的这个古宁头战役。他去那边祭拜，那很多我看也有人说为什么韩国瑜不去，他也是在拉那个所谓的中间的票，但是如果要有可能要有更多有创意的想法，那我觉得或许他呢会让大家觉得有种振奋感，因为我觉得现在蔡英文有点缺乏振奋感，大家就每天看着韩国瑜在那波起波带起啊那个，对，就变成他现在是在持盈保泰，但是蔡英文现在有没有赢到可以持盈保泰呢？所以我们刚刚都觉得没有那么乐观哦。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要再去想一下，哪一个人是能够让他突破屯文成、突破支持者，这是他必须要去做的。那苦林，你来自高雄，请教你，第一个蔡赖佩成型了没？第二个是这个苏家全院长的太太为什么真的他是退党真的要选立委呢？苏院长跟无法度甲靠。第一个蔡赖佩这件事情我赌性又来了，我认为不会有蔡赖佩，不会有啊，除非出现韩朱佩，朱立伦，对，如果韩朱佩出现了，那这个威胁性到赖清德有可能来接受蔡赖佩，因为副总统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有用，你看。马英九当初找萧万长说借重他的经济长才，结果萧万长到博鳌论坛大出风头之后，一次永远再也看不见了。不追，那你要把这一个人才冰四年冰在那里，然后不能做事情，那这对他而言，对整个民进党而言，都不是好事情了。所以我不觉得应该要靠。赖清德这样的一个针来打针，说来振奋，那个其实会，你看赖清德以现在他这样，有的候选人一边放看板，一边就是蔡英文，一边就赖，其实赖清德这样到海外去不计前嫌的去帮蔡英文助选，其实那个蔡赖和已经没有问题了嘛，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蔡赖配，没有必要蔡赖，没有必要。你干嘛上不了台？上不了台哦，我觉得是蔡苏配，苏贞昌哦。因为为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苏贞昌年纪也大了，其实也不适合再出来打仗啊。就说他现在是老将福利哦，壮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也很佩服他这种精神啊。但是我觉得也该让他休息了，那给他一个尊荣，副总统，对不对？然后呢，他以最近的表现，你也不能说他对蔡英文没有加分啊，对不对？那可是呢，至少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有兴趣来播几天的话，我认为蔡苏佩赌性坚强。不，今天晚上最新的新闻哈，韩国瑜身上竟现可疑红点，哈，韩粉狂骂傲包。那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呢？因为韩国瑜今天去哪里？中华玉林宫参拜，传出疑似有被红色光点瞄准背部。那这个事情，鹿港分局啊过滤整个收证的影带之后，发现是因为当时人潮太过拥挤。导致韩国瑜的便衣随护胸前的密录器遭到民众的推挤，才会按压到辅助的光源钮，进而导致这样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瑞德啊，上面有说密录器啊。哦，现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现在的警察，因为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妨碍公务啊，什么干胶啊、臭干胶上面嘛，所以他身上会放一个，其实就是针孔啦，就随身携带的针孔。哦，那现在做的非常的好，所以呢，很小就可以，他们就会放在这个胸前啊哪里这样子哦。你的整个过程，包括讲话，包括影像都会录下来，这叫做密录器。但是这要很小心，哎，这很容易闹事呢。因为不管是外力介入，自导自演不管。如果就在这个时候那么紧绷的时候呢，发生一件意外，那怎么办？也才肯给能，所以我们才赞成说那个鸡蛋一定要办到底啊。那个丢鸡蛋的事情当然要办到底啊，不容易，怎么可以像不容易，怎么可以像韩国瑜所说的说啊，爱与包容，他不追究，希望警察不追究，当然不可以啊。你不追究，永远不知道真相，永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鸡蛋可以丢，那别的东西呢？别的东西有可能啊。那今天这个事情说啊，有红点的干什么？我觉得厘清非常好啊。为什么？又不是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嘛，对不对？然后呢，紧接而来就是马上查明真相，哦，原来是密录器，非常好，但是也要非常小心它的维安的一个问题嘛。那因为现在，你看今年这个选举会不会造成非常紧张的状况？我觉得会，你知道吗？因为而且哈，因为撕裂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因为以前呢没有韩粉，对，哦，现在这些韩粉，尤其钢铁韩粉里面的那个超钢，你知道吗？哈，那个是很可怕的，你看也会护卫队哦，你也没有公权力啊，就可以直接架拐子，女记者就给他架拐子，那个男的摄影记者啪都来看到你，他是不可以这样子做的，你知道吗？那可是大家的情绪已经紧绷，然后有的热情的太热情，然后对立的激化的话太激化，这个时候如果棒来开枪就好了，那会怎样？那没有人知道会怎样啊，所以安全的部分一定要非常的小心维护，不管是韩国瑜的，不管是蔡英文都要非常小心，因为他们现在都要接近群众嘛，那接近群众可。我跟你讲真的哦，在很多的那个场合里面是没有办法做到100%完全说像所有的总统什么候选人啊做到的时候，我们都要经过金属探测器、金属门，没有办法的。你像那么大场对吧？哈，我请个规板的，不可能的呀。啊，其实万一有人靠近，蒋经国曾经在当总统的时候，他一辈子去过11次的北港朝天宫，已经要看号珠兵啊。而且所以我们如果要对人开枪或狙击枪，真的会有一个红点在他身上吗？不一定。因为你要瞄准镜才有瞄准器才有办法，瞄准器那个红点就是红点在哪里，我就可以打到你哪里。你要瞄准镜，红点在哪里，我在我的胸前，看到那边我打出来就是中你胸前。那一般来讲呢，他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马上发现，对不对？马上一推，还是旁边的那个防弹的那个拿出来，防弹的那个整个那个行李包整个拿出来就好了嘛，把主角就好。现在就怕突发的太靠近。我说过被攻，蒋经国当年就是曾经在北港朝天宫，他不是走向群众吗？五节笑脸的突然间提一包，然后靠近他。还随护警察无，昨天讲迄个少年规七落有啊吼，规拍开，结果伊偷偷去领钱啦，伊去领一包钱，啊看大家拢咧啊，蒋经国来了，总统来了，很高兴，然后就过来，啊看到总统要跟他握手，可是他手上拿一包东西啊，那这一包是钱哦、喔，我问你啦，这也是钱还是炸弹没安怎？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今年很容易制造非常紧张，很容易，而且到底是谁制造的，你不知道啊，都有可能啊，啊所以都有可能情况下更不能让，所以维安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不要让任何人都有理由有借口，然后呢发生事情就要追查到底，别再说什么奥以包容、出现可以红点的公话奥博，对啊。